皇家熊大衣。你这又走路了，穷了，打不起车了，打不起车了，又走路了，这咋没人呢？冤死我了，好热呀，洗了个澡白洗了。这玩意儿这天真的是白洗了个澡。欢家熊大英，人呢？完犊子又卡了。我说这衣服真的是穿不好了。我说这衣服真的是穿不好了。好黑呀！好黑呀！好想帮你一个，听首歌，太无聊了。放首歌听听吧。卡到飞起哦，这边这一块网有点卡，我家附近的网有点卡。还看吗？哎，芜湖什么都好，就是网不好。芜湖什么都好，这个是网不好，真的是属实有点打扰了。现在还卡吗？对，热到飞起。我操！说好的戴耳机的呢？好像拍《倩女幽魂》的感觉。哟！哎呦，操！手机差点掉了。欢迎，见了兄弟。欢家兄弟，没关注的关注点点。好热啊！
我操，真的是有点热。梦迪的路是吗？今晚出来撩汉，看看半夜能不能捡个男人。一点不嗨呀，你咋一点不嗨呀？穿的什么？哇哦，小车不便宜我们，看看腿，没有腿呀、啊，可以了吗？原来它是不小了。哦呦，我没有电，因为我穿的是裹胸，裹胸，就是没有穿内衣。没有穿 bra， 等我去公司垫啊，等我给你们垫大一点，看看脚，这也他妈的这玩意儿还要看看脚，高垫一垫。小排排什么好性感啊，那必须的，不要垫，要垫，要垫。要垫。不垫怎么行呢？回公司的。刚打完牌回来吗？我不打牌的，打什么牌？晚上不安全。我长得这么安全，怎么可能不安全？再说不是还有你们吗？这晚上大马路上咋没男人呢？我操！直播间那不行，大可不必。都出来尿汗了啊！看看今晚有没有汉，有没有汉子啊？在我去公司的这个路上有没有汉子？有我们，咱们就把微信掐一掐啊，然后就来事儿了。你想吃男人吗？哼，你觉得呢？我在你后面，听不见，我听不见。咋了？你还想绑一个回去啊？那的可不，对吧？前两天差点给人绑了，差点把我给绑了。主播在哪？在芜湖呀、啊。你没有看到标题吗？欢迎兄弟。起飞，来来，芜湖欢迎你！狗才不来，我跟你讲。我还比在家里活泼。这晚上怎么只有学生啊？就没有小哥哥半夜都不出门的吗？方弟儿，我可没对你下手啊！你不要骚好吗？我们都是正能量的人。还要走多久？一个小时吧。那电动车偷偷瞄我，瞄我不是很正常吗？这么女神，女神，我这么女神，过马路的他，后面怎么这么多司机滴滴我？男孩子在外面保护好自己，在上海吗？在芜湖。好热啊，感觉就像洗了个热水澡一样。怎么没人给我搭讪啊？这条路不吃香啊。下次换条人多的路。
鹅湖对吧？对呀、啊。现在男孩子都知道保护好自己了，我能把你们怎么着？嘿，你们又不来，真的是。跟你搭讪，你就跟他走了吧。看你直播，估计也怕出镜。前两天有个人不是差点把我给拐走吗？穿的什么裙子？穿的裤子，宝贝，保护自己。你关播试试，我为什么要关播？我不，我就不，我怕被人非礼我，我怕被人扛走了。我这么轻，扛着就跑。真的就是扛着就跑，笑死了。前两天没看吗？差点就被人把我给拉跑了，真的是打扰了，热死宝宝了。好热呀，怎么没有兄弟过来带带我呀？高跟鞋舒服吗？还行，我这个是那种鞋坡跟的高跟鞋。那你感觉哪里啊吸引人？我吗？全身都吸引人，吸引人就完事。可以看看全身穿搭吗？太轻，这边光不太好，感觉这个衣服穿歪了，好像斜着了。看不太清楚啊，看到了吗？欢迎天璇儿。没有正人君子吗？君子打扰了，直播穿那几条就炸街了。我他妈要穿直播出来，我还能出得来？轻熟风，看到没有？喜欢什么样的男生？我喜欢骚的。在户外播吗？对呀、啊。样子了没变啊，你嫂子我还是你嫂子，关灯都一样。去哪？去公司啊，我想啃个冰棍，好想吃个冰棍啊。去公司啊，了解一下。欢迎玄大，我喜欢三奥的宝贝。为什么不骑车？我他妈拿着自开杆怎么骑呀、啊？公司还有人吗？有我呀。没有尾行的，有吗？有尾随我的吗？这啥地方？领导还在。有人在，有我在。姐姐你卡吗？我不卡呀，你卡吗？我感觉没有人能比你骚啊。那你骚一个，我看看你有没有我骚。被绑了。姐姐咱俩卡吧。咱俩卡什么？互卡吗？热的一批，笑死了都！怎么没有帅哥给我搭讪啊？嫂子刚被绑架，我记得我被绑架。等我走到黑暗的地方，我要是被绑架了，你们记得报警，听到没？红灯吗？我能过马路吗？没车吧？
载我，走错路了，换一条路走，说不定就有人载我了。后汽车，什么后汽车？其实我应该走马路边边上，不应该走到这个，不应该走到自行车道上，应该走到马路边边，这样就会有开车的小哥哥带带我。那个，这他妈都没人，怎么有人？穿裤子，看来还是魅力差点。哇操，看不起我是吗？看不见啊，看不见，太黑了，没人来撩我。哼，我明儿去人男人多的地方啊，我明儿就去男人多的地方，你看看有没有人撩我。看不见，太黑了。看到了吗？提裤子走人干嘛呀？那去哪？去公司。我走马路边边上吧，这样你们能看得见一点。按我到小树坪，就你呀！我怕你上炕都费劲。你走吧。那我走，那我走。露背嘛，对，露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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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看不见啊。不过男的安全意识比较强，差不多吧。那后面，我他妈手能伸到后面去吗？看不到呀。今晚不出门的，嗯。怕遇到主播这样的女人，我他妈怎么了？上炕都费劲，你们这些人上炕都费劲。凉拌，快点跑起来！不热吗，大哥？这都什么天了，还跑起来？直接扑倒在里面。别说了，你们来我面前，我看我不把你嘿嘿嘿了！你们谁敢来我，立马把你嘿嘿嘿了，拖到小树林就。对吧？好热哦！这他妈是真的热。杰哥不要，哪个？那你就脱，我操！就穿这么凉快了，还要脱吗？我怕你们扛不住，等会儿等会儿回家上炕都费劲。等会儿你老婆说：“哎，怎么今儿晚上不行啊？”还要多久的？还有点久，一小时吧。那个骑电动车的还回头看我，我操，他停下来了，我操，我有点怕了，我操，我怕了，我操，他停下来了，他停下来了，我操，我有点怕，他停了，我操。我怂了怎么办？我怂了，我怂了，兄弟们，我怂了。你上，你上，你上好吗？你上，你上，拉着我就跑的时候，刚他，我怎么刚？我怕他在拍我，不会吧？你在拍我吗？红呀！哦，好热。那打开手机确认是不是我。这个人怎么不敢上来？也拍一个。热脱。我操！我看他骑车，我都怕。今天拍完发现今天的猎物，好热，好热！你奶牛，你来呀！来了，我把
来了就把你拖到小树林给嘿嘿嘿了。我在九江区，我在镜湖区，挺简洁约，太简约了。哇，哎，我不播户外，你们到时候又讲我。今天终于猎物的形式出现，你也要狩猎去。他在这儿。素颜，我没有素颜。那人还在这儿。那不远，芜湖这么点个大。我在安徽省芜湖市黄下户口，我谢谢你了。我要过马路了，宰了他，大可不必。真的假的？真的，就是这个幺零都按好了，真的吗？幺零按好啊。那个人还在我这边，我感觉他在跟踪我，尾随我。太好！马路这功夫，给大家来个热舞，钢管舞吗？那个人没有跟着我了吧？我操，我好怕呀、啊！摇起来，好啊，不要走，抱歉，这是三线城市，没有跟着我后面吧？我操，怕死了，又走不起来，我怕那个人跟踪我，摇起来，来了来了，尾随，没有尾随我吧？你怕个锤子？你跑哪去？你跑到哪来的剧情？哇塞，你们还是人吗？小心点吧，居然还可以。我盯着后面看有没有人尾随我。你们要帮我盯着后面啊！等会有人一舞，你们赶紧报警啊！幺幺零，谢谢他，怕啥？谢谢你们就跟踪他。明天目测1000米了，什么1000米啊？毛豆男了，我173就160，什么鬼？你的跳跳呢？我的跳跳？什么叫我的跳跳？说清楚！我会喊兄弟加油，妈个逼！后面有人给你挥手，你别吓我，兄弟！说的老子好怕呀，赶紧跑吧！啥毛豆吗？刚又户外了，对，不看车，没有车呀。不要穿成这样，容易被我说。你今天换成了一个，我真的谢谢你了，我也脸都给我跑红了。这种黑暗的地方不是合适吗？你滚！你们还是我的好兄弟吗？我要是人没了，你还能给你们上课吗？只听其声不见其人，完了，得死我了！这么晚不怕了？不是有你们陪我吗？不用跑了，甩他八条街。我得走有光亮的地方。你马上来！说好的是我的好兄弟呢？一个人走夜路，不是有你们吗？我得走有光的地方，这玩意儿这边没有光，没光的地方我会怕。我操！我现在看到电动车我就怕，这不胆子真大。你肩膀不是有个人啊？那个兄弟，我可不是你的兄弟。我电动车真好车，看全身，好卡。这还卡吗？去哪上课？回公司给你们上课。我看一下这条路有没有灯。哦，这条路有灯，我们走这儿吧。走这儿，我怕那条路没有灯，被人捆了。
太可怕了。害怕否？怕。这玩意儿要不是你们说不救我，我他妈还能怕吗？一点都不靠谱，你们这些人。他们这么多，这叫多。西上的毛豆，对，有毛豆的，我是毛豆来的，七嫂。别换公司，感觉别回来了，要不我约你吧，你再选一条弯路。嫂嫂今天上课多无聊啊，你们你看你们这些人啊，一点都不帮着我，还天天让我给你们上课上课的，注意一个个路牌，你们这不能租的人吗？芜湖没滴滴，没有，芜湖没有滴滴，这个嘴唇太性感了。不想救是真的，都不救我，就你们这些兄弟，说个锤子，分手吧。还以为剧情呢。哎，就你们，我发生了什么匪夷所思的事儿，然后你们给我来一句，这他妈是剧情，大家不用救。再给你们说一遍，我从来不安排剧情啊，但凡是有情况你们记得救我。还有纯度，这是要去哪回公司，我们也救不了你，你就不知道报警吗？不救反而加入一个啊，你们还是人吗？有滴滴吗？怎么没有？有滴滴只是没叫而已，可以摇一个，摇不动啊，这他妈缺根电杆。我请远远一号能来了，救啥？嫂嫂正想呢。哎，我真的好难啊！真的，我哪天被人捆了？你们说，大家不要慌，这他妈是剧情，不要慌，多看会儿。我真的无语了。后面有人，别吓我好吗？我他妈一个人在走呢，在哪呢？大马路上啊。真的无敌了！我先打飞机来，有多远？走路一个小时吧，半个小时，太难了，我他妈的真的是靠你们，真的是靠不住啊！我们只会说兄弟用力大点，可以联系大司马就打扰了，有这样子送丝儿的水友过两天约他出来吃饭，把那个丝儿还给他，前天约他他来不及，太黑了，吃夜宵。咋的？还惦记那个送丝儿的朋友啊？还惦记送丝袜的那个水友啊？哎呀妈，好热呀！我他妈走不动了，丝儿抽了吧，已经抽丝儿了，抽了抽了。你们坐个人好吗？欢迎橘子先生，欢迎大贵爷。哎呀妈，好热，太热了，这属实有点热。你看我身上的汗，我操，大汗淋淋的。都能洗个澡了。哎，这家烧烤真不错，下次哪个水友来请你们吃这家烧烤，感觉还不错。能不能来个偶遇？你倒是来啊，我现在在左岸附近，你们来，我在左岸附近啊，欢迎你们，左岸欢迎你们。那个光膀子走，我他妈这还不叫光膀子吗？可以洗个澡看看。哎，好像洗个澡，有兄弟借个地方洗个澡呢，不知道还以为嘿嘿嘿了。好热，你看我身上汗珠。我要去买个冰棍吃，好热。没到呀，完事儿手机关机了，还买个冰棍啊？啊，我那个手机关机了。你们能替我扫个码，帮我付个钱吗？还有多久？还有20分钟吧。能替我付个冰棍钱吗？我那个手机没电了。江米喜，欢迎条条去，你还是人吗？可以，我给你付。真的吗？左岸什么左汉啊？下次什么？下次一定吗？你们来，我操！请我吃个冰棍，你们都这么拉胯。来，哥哥给你付，真的假的？骑单车吧，我一手拿着自拍杆，一手骑着单车，你确定我不会被封号吗？
小豆豆，小豆豆，你去哪呀？小豆豆，跟我一起吧！啊，小豆豆，你单身吗？小豆豆，小狗狗，你单身吗？左岸，小声，背后有个人，操！这边这么明亮，怕个锤子！谢橘子健身的幸福劲儿，听够没有，活的人？我好热，我就想吃个冰的，能不能帮我付个费吗？想看腿儿，没有腿儿，竟然穿了裤子，哪有腿？过分了吧？你们还是人吗？左岸是个小区，小区的名儿，芜湖人都知道。这种人你看一下，我他妈就是人，好吧？好热哎，狗子都不放过了。你看猫叫春了，你看我家小公猫叫的，听到没有？好听吗？叫的是不是给我牙牙的？注意安全，怕个锤子，谁来我就把他给嘿嘿嘿了。谁敢过来我就把他给嘿嘿嘿了。公司有腿吗？那必须有腿啊，到我公司必须有。离我333公里，330公里。好黑呀，这条路我得小心点。女孩子出门在外一定要小心，要保护好自己。哼，骑个电动车不得了吗？你真来了，嫂子你在哪？我需要你，我在安徽省芜湖市，你来啊。夜间活动咱们不出去尿汗了，真不敢想想。不要吧，他妈的，等会儿我要是被人捆了，你们说别动别动，电视剧情需要，大家别报警，没事我们再看会儿。可别被我逮住了，我就呵呵，帮你嘿嘿。去九子广场南瑞啊，我明儿我去中央城好吧，明儿我就去中央城啊，中央城那边小奶狗挺多的啊，一带一个准。你说小哥哥走吗？三斤马就跟我走了，你信不信？请兄弟加大力度，嘴堵了什么鬼？还能怎么办？我们能怎么办？那必须看到了，报什么警告？看有人捆你就放心了。我等着你救我，黄花菜都凉了，娃都生了。银泰也行，银泰有个鸡毛的人啊，没人。毛豆，毛豆，我是毛豆的，好多汗啊，头发都湿了，浑身都湿了。你在哈尔滨、啊。我等你们救我，真的他妈娃都生了。就你们这些不靠谱的男人，真的是，你看你就吃了我，我谢谢你了，我非常感谢你，真的是。全身，我给你们看了吗？毛豆人，人中，那不会，好热啊，真热。但是我出来晚了，明儿个早点出来，这路上都没人了，还说邀请个男嘉宾，果真是没有人。你们说我买个冰棍吃还是买杯奶茶喝？我的妈，吓死我了。我操，那电动车为什么这么嘚儿？我们是毛豆来的，去搭个摩的，这玩意儿哪还有摩的的年头？如果你已经，你真的危险，看看有没有去帮你的，真的，就你们还帮我，我信你们个鬼！刚过去过海，怎么没看到一个电动车？老吓人了，妈的，魂都给我吓掉了。大润发有肯德基，冰淇淋好吃。我去舔个冰淇淋是吗？大牙机，市区哪有大牙机啊，大哥？你可以摸摸吗？摸摸啥？有个冰棍硬的。好的，我晓得了。胆子这么大，就这么大，咋的？不服吗？你要负责。
场馆也不知道说啥，不信水友了，我信你们个鬼，就靠你们，永远靠不住。谢谢10万伏特的荧光棒，就不能上点有牌面的礼物吗？怎么没人搭讪我呀？是我不吃香了吗？真的是，走上来不够骚吗？买个冰棍去。宿舍的兄弟们不负责，还想说指望你吗？就你们这些不靠谱的男人，穿反了吧？啊，那不会，大可不必啊，大可不必。我都给你们看 N 下了，就穿了正常的衣服呀。走了两千米，这能走20公里了？哪有20公里啊？你别夸张。抱，现在抱，嫂子小了，大长腿。要不我骑个小黄车吧，太热了。我骑个小黄车吧，太他妈热了。就这个视角挺好的，不露背了，露背啊，露背啊，生活不易，格局小了。他骑着这玩意儿，骑着他也抖不了啊，没法抖啊，吓死我了。脚痛不痛？脚痛。出来干嘛？骑，出来骑单车的。在黄州座椅缺点东西，缺什么？怎么搞的？这就这小黄车骑着不嘚儿吗？哎，快去公司，不去直播吧，骑小黄车回去吧。可是我支架怎么拿呢？外热，我来了，请自己的餐厅好到。看看高跟鞋，没有穿高跟鞋。把马露出来，我给你开。马露出来，小黄车的马吗？来，带我开。看不见啊，这玩意儿，来扫一下，来带我扫一下小黄车的马。打个车不行吗？我怀疑你们让我骑到一半，你们把车给我锁了，操，害老子来个狗吃屎。你会骑吗，搞个？我会骑啊，只是我骑着我怎么拿这个，看个锤子。拿手机灯打开，我就一个手机，另外一个手机没电了。那带我扫个码，快点扫个码，来赶紧扫个码，兄弟们扫个码啊，扫个码，看得见吗？扫个码，快扫个码，扫个码，骑个锤子，谁能看得见？扫了吗？扫了吗？我这车的还没开呢，手机灯打开，骑到最快给你锁了直播室，黑的一批咋看？我接你嘛也没多远，那我等你来，别拦着我来。能扫个码带我买个冰棍吗？啊，哪个帮我买冰棍，扣个一。寂寞的小冰呢？太他妈热了。啊，哪个带我买个冰棍，扣个一。啊，带我买冰棍的扣个一，我去带我扫个码。啊！你们别一个个都扫了，到时候冰棍啃不完，他妈的扫一堆。我给你买，附近兄弟开车接一下。对，附近的兄弟开车接一下。妈了个逼！你们是家里穷吗？没车吗？啊！这年头没车，他妈能找到媳妇儿吗？打车回去吧，榜一给你报销了。榜一他妈都不知道去哪儿了，榜一跑路了。你报我尾号。我去罗森买个冰棍，你们带我付个费，快点。冰棍我来。真的吗？榜二呢？榜二也跑路了。榜二就是榜一，榜一就是榜二，一起跑了。榜二和榜一拉着手一起跑了。你爸变态跟踪吗？你们不就是变态吗？给你下单，你报我尾号。真的吗？你爸变态跟踪吗？你们不就是变态吗？真的吗？我信你个鬼！我不信你他妈等我去尴尬的一批！真的吗？我信你个鬼！我不信你他妈等我去尴尬的一批！你赶紧去把我开路了。
那也来吧，穿着裙子嘛，我去拿个冰棍啊，其他人别刷。你们谁带我买，快点，我要买了。你们谁带我付费，带我扫个码，我吃个什么冰棍，骂人赌博，我没，我要买了。你们谁带我付费，带我扫个码，骂人赌博，我没骂人啊，哪骂人。哎，这网怎么这么差呀，好卡呀，等一下白白给钱。我吃了什么冰棍，好卡呀，等一下白白给钱。我吃了什么冰棍，我吃个冰淇淋还是吃个冰棍啊，还有烤红薯，我想喝水了怎么办，一个甜筒付不起，我不是付不起，我等一下就关一下，你们等我一下。白桃乌龙不起，我等一下就关一下，你们等我一下。吃个白桃味的吧，挺喜欢吃。我这有个这个铠甲，哈根达斯，不好拿，我得吃个可以那个啥的冰棍。这个没吃过，我想给你扫打，想给你扫打扫，就我对着马，然后你直接扫。算了，我自己扫吧。妈，算了，我怕你们买多了。怕你们买多了，我不是付满吗？等一下给你扫。这个冰棍让我一个人吃，操，好贵啊！这个冰棍是。这么贵，这个冰棍人都给我卡没了，一下就没了，卡没了。太热了，我的，我的，我的，早就吃上了呀。很好吃的呢，早就吃上了呀，很好吃的呢。真的是卡的皮包，给我卡没了吗？弹幕都给我卡没了吗？
老是给我卡出去，老是卡，网不太灵。很不好，太卡了，这条路就是有点卡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先过去吧，这边太卡了，这边属实有点卡，没办法，我闯红灯了。还想吃个冰淇淋怎么办？安不安全不也走完了吗？能叫小哥哥吗？对呀、啊，最强的猎手往往以猎物形式出现。看车，看什么车？你赶紧来跟踪我吧，还吃不吃的？你给我买嘛，你给我买我就吃，给你下一单，真的可以下单吗？你出来，不问你怎么，你怎么不出去卖呀、啊？明天跟着吧。男人被我，男人更丢了，他追不上我，更丢了。这个水友说他要请我吃，下单吧，你下吧，我过去拿。你下吧，我过去拿。我怎么拿？我怎么拿？你不要搞我尴尬。我过去，人家说嗯，什么鬼？可以下点别的吃吗？想吃个二两烤翅。还有多久到地儿？几分钟吧。什么颜色的麻袋？你们直接拿个狗链子拴我得了，麻袋呢？谢谢你了，我。你为什么呢？吃毒蛇不应该微信共享吗？下了吗？下了，我去拿。你在哪？我要把你做到小森林。哼，就你那小身板，上看你都费劲。取餐号 A0010，尾号0211，取餐号 A0010，尾号0211，帮我记一下。麻烦你再报一下，我记不住。A00。多少来着 ？A0010，尾号021。真的吗？你不是骗我的吧？啊！你别搞我进去，啥也没有，我他妈好难看啊！变态，我就是变态，我还怕变态吗？他一般不问你尾号。A0010吗？确定吗？你确定你给我点了吗？就点了一个圣代呀、啊？那你也太抠了，不点点别的吃吗？有必要骗你吗？嗯，说的也对哈，我去了啊。你确定是大润发这个店吗？熬到几？熬到几点？嗯，熬到早上。麻烦你再报一下码。A0010，我要0211。我没背错吧？你确定你下单了吗？我操！我觉得你像骗我的，那男的跟踪我，别的肯德基都不是24小时。你下好单吗？你直接说个价。我进去了啊，你确定没有骗我吧？好尴尬呀！我进去，人家说没有啊，没有人下单。芜湖哪里？就在芜湖市啊。你给我买的啥呀？你给我买的啥呀？冰淇淋吗？下了。
无限能有号吗？万一你自己编的号呢？多少来着？你下的号是多少来着？你确定你给我下就圣诞吗？啊，这是我的吗？你没有给我买别的吗？那你给我买个大鸡腿呢？啊，谢谢，我拿到了。你怎么不给我买个鸡腿呀？拿到了，他都不问我一下就直接给我了，假货。我在哪吃？我在路边蹲着吃吗？好惨呀，都要化了，赶紧回去吃。那我的衣服，那人发穿女士主播，我设定不错，还行。你不知道我没吃饭吗？你他妈同一个地方的吧？嗯，到公司再吃，好吧。这个水友给我买了一个圣代。我哪知道你没吃饭？我一般都不吃饭的。你看到我晚上没有吃的时候，那就是没吃饭。公司这么远啊，差不多吧。你确定去公司吗？我他妈不去公司，我去你家。我感觉我的冰淇淋要化了，这个天挺热的。我回去我要看事儿，急什么呀？我都不急。我要去接客，看看衣服。看到了吗？看我一脸的汗。今天正在明天下面吃，他不配。退回去，这里面有两个长得好看的小哥哥，我再看一眼，我看一下好不好看，打扰了，不好看，看错了，画了直接是什么什么准？你在外面穿这么清凉，这么热的天，我都想崩了，你能不清凉吗？不会是草泥？我需要直播吗？肯定直播呀。我贼帅，掏出来看看，在芜湖对，跑起来吧，跑慢了冰淇淋化了，跑不动了，腿软。看看腿，看得见吗？这么黑，他要看看腿，这脑子是不带的是吗？正在说话吗？没有，突然涨价。我也在芜湖，哼，我信你们个鬼哦，你们个糟老头子。然后看小哥哥，有漂亮的小姐姐给我们看。他妈的，小姐姐晚上是不出门的，除了我还有谁会出门？镜湖区啊。哦，终于要到公司了，我好热呀，巨热。好想裸奔呐。脑灯，别他妈热！我的圣诞要化了，上一个在弄的，上一个太厉害了，这样确实可以，嗯，还行吧，还行吧，就差你们来了。好热呀，好想吃个西瓜，有没有人点个西瓜给我吃？我是出来骗吃骗喝的吗？那个谁明天准备给我点个啥，我去你家拿。你在哪？我在芜湖啊，你在外面偷汗吊汗的差不多吧。这玩意儿对吧，不掉他就跟别人跑了对吧，不掉白不掉，掉了就当没掉。前面有个壮汉，
怎么砸？快说，飞个火箭，炸不死你。你明儿准备给我点个啥？我去你家拿，我带上水友来你家。好热呀！有空来蹦蹦吃烧饼炸里脊，太没创意了，你抠搜的。我以为你要请我吃麻辣烫呢。我想喝药了，也没习惯。我开车去找你，把自行车带慢了。那谁说三天后来见我的呢？三天后骑自行车到呢。啊，走不动了，我操，好热呀！那麻辣烫你吃吗？那不得吃30的吗？六块的拉胯了，这年头哪还有六块的？灯都不开，电梯房灯都不开。灯都不开，电梯房灯都不开。包家有钱就行。秃头小宝贝，骚择偶标准就是骚。秃头小宝贝有钱就行，小宝贝有钱就行。我喜欢那个头顶秃头那个增亮灯。太卡了，刚刚不是在电梯。不是在电梯吗？哎，人不在吗？哎，人不在吗？没来吗？怎么都没人呢？信号不好，断网了。哪家公司不告诉你？这也是个秘密。大头。哇，我终于到家了，到公司了，我热死屌的了，热死我了。我先把这个冰淇淋，好刺激的样子，没味儿了吧？热死我了。热死你！都化了。你是真的卡？可能 WiFi 不好吧。我想知道别的户外主播都用的什么。哇，我舌头割到了，好疼啊！南美。南美口味的，急什么？我操！我老师找我，我老师弹我语音，我不知道。那我给我发的语音，就感觉热，空调开起来呀！你现在看不起我吗？空调开起来不就好了吗？这也太清纯了吗？啊，本来就很纯呢。副委差不多吧。因为我今天没电，我还没毕业呢。一直没去写论文，就还没毕业，没参加论文比赛。
班主任。我是那个老师，耽误你们看书了。好看吗？电影。你们明儿准备买什么给我吃啊？今儿谁又已经买吃的给我吃了？这谁拿一沓纸在我直播间？这可太嘚了，谁把纸拿到我直播间来？谁来过我直播间啊？我来写求你了，写什么啊？模糊的，对。什么刚拿出来我就忘了。哦，你说我从现在你刚拿出来的纸是吗？我真的忘了。我很快关宝，怎么不点了？忘记哥，忘记哥，论文大写500家，你滚！抢生意呀、啊！我操！这个公司，大白鹅叫起来鹅鹅鹅！我是不是欠我钱了？那不会，我觉得好像是你欠我钱吧。你忘了吧，兄弟。挺淑女的，我一直都很淑女哎。对，你叫我火箭超火呢。只有我心疼哥哥，你怕不是个姐妹吧？我吃的会不会穿稀呀、啊？下次记得给我点巧克力口味的，我比较喜欢吃巧克力。欢迎我 Q 总。好可爱呀、啊！关注点过了吗？抠鼻。今晚热度这么高的，不能穿稀。你到哪儿呀？你到了，蟹丸子的妞妞，白痴还挑嘴，我不是建议你下次继续给我点一份吗？操！白痴就是好吃，下次记得再点份臭豆腐，我去拿，我去你家拿。本来就在播户外、啊、还肯定涨粉。
这貌似不是蓝莓，这是桑葚的。我想他们都知道你上个月吃了一根火腿肠，那不很正常吗？改什么户外，改美食。我操，我直播间就没看点吗？没有变声器啊，我现在也可以那种声音啊。让我酝酿一下。嗯嗯，我及格，嗯，我及格，我及格。哦，好像真的是蓝莓，我一直以为是桑葚。这蓝莓也太多了吧。快点上黑丝，等不及了。等会我酝酿一下。你们不是说我声音变了吗？无极哥，妈的操，滚犊子滚犊子，继续睡吧你们。等我吃完了再说，凉快了，大可不必。吃完了，我用电脑开播啊，你们来直播间。谢咱好兄弟的圣代，明儿记得再来一个啊，别忘了。明儿别忘了再给我点一个，明儿我还户外。这个好地方，美景美食妙哉，明儿我去小苏宁吧。换衣服，等一下我用电脑播。明天不来了，明儿我还播户外，你记得给我点个别的。平胸，看不起谁，老子马上去电，我跟你说，哼，看不起我，哼，老子马上电一个。我打开电脑，你们等一下。来了也装死的人，哼，一直这么高的呢，干做的，干捏的。给你挂个贵宾，我谢谢你了。我飞个灰尖儿吧。哦，哦，啊哦，我要带你们上课了，开不开心，激不激动，得不得劲儿？这鼻子应该做过吧，挺明显的。他妈的做了。要是看不出来，我还做他干啥？真的是，对不对？我马上给你们上课了，我先关。全部扎起来，全部扎起来如何？会不会很奇怪，全部扎起来？怪吗？怪不怪？相信我，上哪会这样子吗？这样子吗？仓库一样，我操！不行，我走不了那个路线，我就不是那些路线的人。三把我也行，单手方向盘可还行。热死了，我都热死了。多久出门？现在就出门，照个镜子而已。
我都热死了，热死了。好看吗？有那味儿没？好看吗？嗯，好像看不见哈。好看吗？看一下后背。这个后背拔罐可还行。拔罐可还行，裤子不行，裤子不行吗？裤子不行，裤子怎么就不行了？不好看吗？不好看吗？纯欲风，短裤晒黑了给我。我的喵里可怎么不喵了？听点清心寡欲的歌，有没有什么清心寡欲的歌推荐一下？古风歌曲，好久没听古风了。古，诶，小哥等急了，那没事，等急了就不去了。等都舍不得等我。昨个我倒胎他都不屌我呢，我躲一下啊，你们不要偷看哦。好热哦，我真的不想走路了，我真的太热了，这个夏天播户外真的热，冬天又冷。好多衣服，这是在工作，在那个公司。吃吧，我去吃早饭，我找小哥哥吃早饭去。当我真的吃早饭吗？我他妈是去吃人的。一个小哥哥，我幻想一个不行吗？看不起我，等我变一个出来。别骗自己了，身上的香味差不多吧，迷死你了。
亮大哥前白刷什么鬼？墨镜呢？没戴。我脸太小了，我戴不上。我戴着容易掉，所以我不怎么戴墨镜，因为墨镜一般码子都比较大，大牌的墨镜码子都很大。去哪儿吃饭去？约小哥哥。电梯了哦，哎，我另外一个手机哦，在手上，肘上，哭了。啊？拿衣服擦擦，拿裤子擦擦，好模糊啊！我想拿衣服擦来着，我刚差点拿衣服擦。然后怕我一掀就碎了。阿姨，哎呦，快点，我赶紧。怎么都不屌我呀，你们？为什么不屌我？哪里吃早饭？小哥哥家里。芜湖，对，我在芜湖。我在芜湖，我降谁呀？我这么近，怎么能降一个地方的人呢？要降也不会降一个地方的，一起吃早饭，来呀！我鼻子好痒啊，我想抠一下鼻子，有根头发好像。我有眼屎吗？怎么感觉我眼睛这么干？100个男，99个在看我，还有一个呢，还有一个为什么不看我？他是瞎吗？你也吃饭早饭，来你家吃饭。包子，吃包子吗？我说别一个蝴蝶结特傻呀，在后面是不是感觉特傻？这个蝴蝶结在后脑勺是不是感觉特傻？有点幼稚，不想要蝴蝶结了，是不是有点傻缺？我照一下镜子看看，感觉好像有点傻缺，傻出。不要蝴蝶结怎么样？挺好看的，感觉有点傻。你们看一下全身吧，这是不是有点傻？傻吗？这个蝴蝶结是不是有点嘚儿？要不不要蝴蝶结了？就是感觉这个全身有点不搭。后面大妈咋走红了？是不是感觉有点怪怪的？这个蝴蝶结怪不怪？怪吗？你们怎么不屌我呀？要着吧，挺好看的。真的吗？摘了吧。来来来，这个蝴蝶结到底要不要啊？傻吗？没有啊，挺好看的。早饭含金包，那我不带回家吗？那包拿着，我晚上上班的时候不得带着吗？蝴蝶结是不是挺傻的？
练多余，一点儿不傻。到底傻不傻？凑合吧，别栽。栽还是不栽？就是栽了，把马尾扎起来，是不是会好一点？我摘了给你们看一下，我感觉有点傻乎乎的。摘了好一点，还可以，小清新。戴上是这样子的，感觉有点多此一举，没有头秃秃，把小辫儿立起来不就行了吗？我感觉不要好看，我的审美，相信我自己的审美，对，不能相信你们。是搞个马尾对吧？好的，我搞个马尾，我扎个头发。扎个头发，哎，怎么看不见我呀？这个杆子怎么这么短呢？扎个头发，别人还以为我在这要跳舞呢。我姐姐很青春，感觉不，我感觉有点多此一举了，感觉我头好重。换错了，那不会。真的是在马路上什么屌事都干了，真的做主播了过后，走不走了一晚上，你太看得起我了，宝贝。这倒没有，嗯，大可不必。就变成这样一个小啾啾。这样是不是好一点？对，就这样吧，这样好一点应该。自言自语一个人，可是这衣服不搭。对，没错，这个兄弟跟我一样的审美，这个兄弟的审美在我的审美上。我操！有点不搭，那个蝴蝶结确实不搭，因为显得头很大，感觉。有点嘚儿，这样好看。走到小奶狗，看我这后面有个小啾啾，小奶狗，找到了呀！头发就得这么扎，就得这么扎。你在有神经病呢？好大声的讲话，出门在外要小小的声音。眼睛有点干吧，进火，对，我在进火。咋了？你要请我吃饭吗？你要请我吃饭，我马上就去了。我们那。你们那里变好亮啊，什么鬼？或许有可爱的头饰是吗？我也觉得手机播比电脑好看多了，真的吗？可能是你们喜欢白天的感觉吧。我们这边很亮，因为天亮了呀。因为它南方嘛，太阳先出来，北方估计还是天黑的状态。我有车呀，这玩意儿，来个车呀，来个车带带我，我要去街对面打车。我是在公司，公司不是公共司，公共司比较小，公司比较大一点。北方早就亮了，真的吗？那我不知道。先说什么？这个，嗯，这样三点多就那样了。你讲真的，我感觉我美瞳有点跑偏儿。你讲真的，妈呀，你怎么？差不多吧。吃啥去？豆浆油条。小哥哥约我吃豆浆油条，怎么有点怪异？这句话。我等我到了见到小哥哥我就挂了啊，不给你们看，不给你们看，小奶狗。
想吃个冰棍，豆酱要加两个鸡蛋。我谢谢你了，我找对象没有找对象，我不找对象，不需要对象，给我带一份回来给你转。我不要，你就想骗我给你买早餐。这样吧，芜湖的水友们，我亲自给他送早餐去。有芜湖的吗？我亲自送早餐。打到车了，撩一下司机大叔，我看这个大叔年不年轻。这玩意儿肯定又得让我安全带了解一下。到那个。下月去芜湖上班，来芜湖上班吗？你们来呀。有没有点外卖的？我给你们送外卖去，我打车给你们送。记得把小费带我付。有人要吃外卖吗？早上想吃什么？我亲自送。以后我上车我都系安全带，免得超管提醒我。都是哥们，把声音关了，怕是后面有小女王。你去哪里？我在后面。滚！跟踪我，尾随我吗？是个好嫂子，那必须的。有人点外卖吗？我给你们送。给我点个外卖吧，你想吃什么，亲自给你送过来。啊，报地址，转账。到了付钱啊，到了付钱。你在后备箱，滚！你尾行，你怕不是尾了吧？哎呀，我的泪沟好重啊！我送外卖还不好吗？对不对？我亲自给你们送外卖，越快越好的。这个送外卖的，我这个送外卖怎么的？懂那点儿。走不了。有人需要送外卖？居然还能碰到芜湖的呀！你是芜湖的吗？你是芜湖的，明天早上点个早餐，我给你送，我亲自给你送到家。啊，要不我在你家一起吃个早餐吧？顺带吃个豆腐。你不会不让我走了吧？一起送到家，小龙汤包。那你不得给我飞个尖儿提前预定吗？订外卖需要飞个尖儿加个微信提前预定。我早上下播就去给你买，还是热乎的。我揣兜里，我揣兜里。明儿去芜湖来呀、啊。有中介吗？我要租房子。有，你住我隔壁吧，顺便帮我养养狗。你住个别墅吧，我把我家狗丢你家，我天天送狗粮去。你要你就到公司狙击我，你知道我公司在哪儿吗？你狙击我。你要空房住，我家就一间，麻烦问问你家这个房子嘛，我家隔壁就有，我家楼上就有。要去哪吃？你管我去哪吃？我去租个房子。晚上我什么？你白天陪大哥，晚上陪我，你想屁吃？不然给你们报点儿。好啊，半张床。啊，我床都不睡了，我都得拿给狗睡了，我都睡公司，我都睡小哥哥家。欢迎出毯子。
你们谁要点外卖的，明天早上给你们送啊，提前预定啊，飞个尖儿，然后提前预定啊，交个定金，飞个尖交个定金啊，先飞一个，然后加个微信，然后交个定金，然后明天早上我给你们送外卖去。有没有要预定的啊？就不要点太贵的啊，太贵的我买不起啊。我一般早上就揣20块钱在身上，10块钱打车，啊，多的你给我报销啊。然后你吃10块钱的就可以了。司机大叔慌了吗？司机大叔没有慌，司机大叔一点都不怕。早安，早安，我怎么了？我就送成都吗？仅限芜湖。等我回成都的时候，我就给你们送，我就送成都的外卖。可是我现在在芜湖，晓得吗？我现在在芜湖，只能送芜湖的外卖。等我去南京，我就可以送南京的外卖。主播亲自给你们送上吗？啊，你嫂子我亲自给你们送。想屁吃，你们好好的吧。美瞳是我们生产四川的，说对啊，我是四川的。四川幺妹儿，每天不能待时，我们不能待时间过长。待时间过长是什么意思啊？待外卖时间过长吗？我打车还不行吗？啊，你那个外卖说不定还没我车费贵呢。你到时候给我报销，我跟你说。什么四川幺妹儿？对，我是幺妹儿。关死出来杨妹好，那是必须的。我感觉一出门就感觉身上就被蒸发了，难怪我最近缺水，皮肤都干燥了，皮肤都干干了，皮肤都干干了，干了，晒干了都。有人点外卖吗？你们不要预定个外卖吗？放屁！你就瞎说。回成都点儿，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成都呢？成都有主播吗？可以去找他们一起播。哦 ，Amy 需要点外卖吗 ？Amy， 把我私信我你的微信，我现在看啊。你把微信发给我，加你，我明天早上给你送外卖。哦，不行，我这个手机看不了，我下播加你啊，下播加你，因为我现在这个手机没有上那个号，这个手机上的是，你私信我这个号吧，私信这个号也行。嗯，我拿这个号进直播间啊，你私信妲己那个号，等会儿。我4点过叫外卖了，什么？我4点叫过外卖了。我说明天支持一波。你确定你不要叫外卖吗？明天我亲自给你送，晚上也行啊，晚上给你送也行啊，晚餐也行啊。就是你可以随时预定外卖，只要不是在我直播的时间啊，只要不是我在直播间播的时候，在户外的时候，你都可以让我给你送。或者是你请我吃饭也行，我就想蹭个饭。要不我送个外卖，你带我也吃一个吧，我们一起吃怎么样？要不你点个小龙虾，你帮我包，我帮你吃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你要不要加呀？加一个吧，既然都是芜湖水友，对不对？
私信这个妲己弹幕扣一的这个号，你私信这个号啊，下次有空请吃饭，择日不撞日明天吧。你私信这个妲己这个号，弹幕扣一的这个，你私信这个号啊，宝贝儿。水友可以订外卖啊，其他地方的水友等我到其他地方的时候你们才可以订外卖。我没有，不是，我是没睡呢，我是通宵直播，你们忘了吗？感觉我都可以叫我闺蜜起床了，又要路过我闺蜜家了，应该跑去我闺蜜家敲门，敲门。不困吗？我不困，我挺兴奋的。今晚上有小哥哥也请我吃饭，今晚上带你们看看小哥哥。节目就来了，我跟你说，可以送到滨江翠柏湾吗？有这个地方吗？有，大叔有这个在哪个位置啊？你在左边啊，你在南，他在北。哦，大概不远，3-4公里。嗯，可以送啊，你可以送啊，我可以叫你起床的，我可以到你家敲门叫你起床。你现在就要吃。现在就要吃外卖嘛？那你算个飞机，我现在让大叔带我去买外卖，然后给你送过来，你把费用报销一下，你要吗？你把所有的费用报销一下就可以了。滨江世贸，要吗？记得带我也买一份，我跟你一起吃。你家干净吗？你家打扫一下啊。我怕水友看了不太好。一方好熟，我在芜湖啊，你在芜湖吗？哎，那个哎，你没有发我，微信还没有发我。是的，你也在芜湖吗？点外卖吗？广场，银石广场是芜湖的吗？有这个地方吗？是芜湖的吗？严重怀疑你在忽悠我。三亚五日游的，又来了，我又来了。你们三亚五日游的，带我一起去游一下。我想去三亚玩，你们有带我的吗？送到蚌埠，滚！给你送到蚌埠，你想屁吃？你怎么不知道我给你送到，给你送到刚果呢？非洲刚果。我给你送到蚌埠也行，你给我刷多少？我现在打车送过去，我跟你讲，你把费用报销一下。今天送几份？今天一份都没送。要不你给我看个国王，我给你送过来，怎么样？我今天不播了，我现在连夜给你送，报销机票就去。妈呀，妈
机票可不行啊，出场费很贵的，我跟你说，出场费很贵。我开个国王，你马上给你送早餐去。感觉我在镜头上好白呀，然后现实中好黑呀，黑油油的。兄弟们，我快要下播了。这是播到回家就下播吗？对，没错。难道你们还想跟我回家？想屁吃！哪天我在家做饭的时候给你们直播吧。我家厨房的灯坏了，没修，有点不太明亮。过两天把灯修一下，到时候就那个。大叔真好。16啊。好的，请按计价器显示金额付费，拿好发票，携带好随身物品，欢迎您下次乘坐。好，收到了。好，收好。嗯，谢谢。收好。谢谢你的评价，欢迎再次乘坐。我到了，宝贝，我要下播了，不带你们看小哥哥，哦，想都不要想，我关了，拜拜。那个点外卖的兄弟，等会儿那个飞哥，那个艾米把那个微信发给我，等会儿加你。我下了啊，拜拜。艾米把微信发给我。好的，拜拜。